提问驱动思考，答案终止想象。你好，我是关书哲，欢迎收听我的《有效提问三十讲》。上节课啊，我分享了打开问题的结，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？在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前，你要衡量问题的重要程度，从而判断这个问题是否值得立即解决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就来聊聊开放式提问这一个话题。开放式的提问。 能促进会议的讨论更加深入和有效。我去企业做高管研讨会的时候啊，经常鼓励他们互相提问。但没有经过训练的高管，比较容易问出下面这样的问题：比如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更换产品啊？你是不是打算增加人员呢？你目前需不需要融资啊？这些问题的回答，往往只能是是或者是不是。 并不能引发被提问者新的一个思考，也不能帮助提问者得到更多的信息，所以这样的提问啊，根本没有办法推动问题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。作为教练，一般我都会出面提醒，对提问的人说：“你需要把你的问题从封闭式提问转向开放式的提问。”那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有什么区别呢？开放式提问。 一般是请对方说想法、提建议的目的，是为了展开话题。通常你可以运用“什么”“为什么”“你怎样”“你谈谈”“哪些”等关键词来提问。比如在开会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提问：“小李，你可以谈谈最近业务遇到的难题吗？”“老周，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呢？” 哎，你们过去采取过什么行动去解决这一个难题吗？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？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难题的呢？你们觉得怎么样做才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？开放式的提问啊，就是以上这些。开放式提问有助于会议的一个高效和持续对话。这些提问往往针对的是一些比较大的话题，对方听了以后啊，需要先思考。 然后再解释说明，而回答是没有固定答案的，回答者可以自由发挥。而封闭式提问呢，就是非子鸡皮的一个提问。这种提问是在让对方做选择题，会关闭对话，没有办法引起思维的碰撞。那封闭式的问题啊，通常是那些是不是、有没有、会不会、要不要、对不对之类的有明确答案的问题。 提问者的问题往往具有预设性，回答者也不需要过多的一个思考，所以我们要多问开放式的问题，它不仅可以让你获得比较具体的解释，就比如说可以这样一问，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客户对新产品的接受度一般呢？这时候啊，对方就会和你分享他对新产品的一个具体的看法。但是如果你用封闭式提问，那就是。 客户是不是对新产品的接受度一般？那这样对话就无法继续下去。此外，开放式提问还能帮助你和对方更好的一个链接，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这种方式啊，往往温暖人心，对方就可以慢慢放开，启发对方最终能自己找到答案，从而使交流更有意义。比如说，你问小张：“你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？” 我们给你什么帮助呢？或者你可以这样问：小张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呢？你可以具体分享一下吗？而更为重要的是啊，开放式提问能带来创新、激发灵感、摆脱思维束缚。开放式提问啊，尤其适合创新决策类主题的一个会议，因为这种方式鼓励各种回答，从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观点。 很多年以前，有个人他的提问就是：如果把电影和游乐场结合起来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那这个提问我之前也介绍过。那结果呢，就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品牌。这个人就是迪士尼的创始人瓦特·迪士尼。他用的提问方法就是一个开放式提问的方法。那我们再回到现实中的一个案例吧。有一次，我参加一个外资企业的一个高管研讨会，大家很苦恼。 不知道该如何推广一个新产品，因为制药企业啊不能够像别的行业那样做公开的产品广告，所以很难快速在社会上获得影响力。于是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：，哎，你们觉得超市可以卖什么呢？开始大家只能想到自己在超市里曾经看到过的一些东西，比如食品、饮料。但是很快，这个提问就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。 答案也就出现了各种，比如车票、门票、日常的服务如上门清洁，甚至有人更大胆地说起了沙发等大件的个物品，还有人说可以卖动物等。那最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啊，好像什么都可以卖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Seven Eleven，在那里面啊，就有一个自助的一个机器啊，你在上面可以买到迪士尼的门票。 那此外呢，随着一个互联网技术的一个发展非常快，比如超市里面放不下的一些大件，如沙发，其实也可以通过二维码在线预定嘛。那大家打开思维以后啊，接着我就开始聊正题了。我开始追问，那你们觉得如果不考虑广告限制的话，我们怎么样用创新的思维去推广新产品呢？那这样一个提问就是一个开放式提问，大家这时的想法、啊。 就开始大胆起来了，比如可以做个现有的用户社群，让老用户去传播、去影响新用户。还有，虽然不可以直接做产品广告，但可以传播这一类疾病啊，应该怎么治疗？这样的一种科普性的一个教育文章，从而可以间接的一个提升品牌的一个影响力。那天会议的最后，我问大家的感受，其中有一条回复就是：这次研讨会。 开拓了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，只有打开思维，才能激发创新，而开放式提问恰恰起到了这样一个效果。好，既然你已经了解了开放式提问的魔力，那会议上应该怎么样运用开放式的一个提问方法呢？教练行业一个大咖叫玛丽莲·阿特金森曾谈过一个方法，为了让开放式提问更加开放，你可以用。 一到五分来衡量问题的开放程度，一分为最低，五分为最高。那下面呢，我用一个例子，一步一步的从低分到高分举例子来分享它的方法。你可以看到文字版里面的一张图，一分的提问啊，就是负面或者封闭式的一个提问。那很多人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往往容易具有负面思维，彼此间的对话也是负面的。比如有一个年轻人小李。 多次拜访一个客户，每次都遭到了客户的拒绝。会议上，小李愁眉苦脸。负面的提问就是这样问小李：“小李，为什么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呢？”封闭式的提问就是：“小李，你到底能不能成功签单呢？”好，这是一分的提问。那两分的提问是怎么样的呢？两分的提问啊，就是把封闭式的提问转向开放式的提问。你可以使用“怎样”、“可以”、“可能”。 等关键词来问这个年轻人，比如小李，你觉得怎么做才可以顺利的和客户签约呢？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个年轻人看到各种可能性。那我们再走一步，三分的提问是什么？你可以尝试复述的一个提问，你可以用哪些这种复数词来加强开放性？比如，你可以这样问：有哪些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最终和客户签约呢？好。 四分的提问是怎么样的呢？四分的提问啊，就是要聚焦在一个积极正向的话题做深入的交流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需要进行更有力的提问，可以用最重要、最好的方法、很好这些具有最大价值化的词汇来聚焦提问，从众多可能性中做出最优的选择。比如，你可以问小李：能够让你和客户签约的方法中有哪一种方法？ 最好呢，那四分的提问啊，还包括用时间维度来启动第一步的行动。你可以加上时间维度，比如开始或者首先开始做事情啊，就是最具开放性的一个时间点。这时候提问啊，就可以是哪一种方法可以更好的让你开始和客户签单呢？好，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最高分五分的提问是怎么样的，那就是用持续不断。 等动词来引发对方对系统的一个思考，促进对方不断的一个成长。比如，你可以这样问小李：“哎，小李，哪一种方法能够让你不断持续的和客户签约呢？”这样一个提问啊，就会很大程度的激发小李对自己做事方式的一个思考。或许啊，他要考虑培养新的能力呢，也可能激发他的一个雄心，突破局限啊、哦，说不定。 他自己下决心要从一个销售员变成一个销售经理，去管理一个团队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持续不断的和客户签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给你几个温馨贴士吧。虽然开放式提问有很多好处，但不是所有的会议场景都合适用开放式的提问。其实有些场合更适合用封闭式的提问。那比如封闭式的提问啊，可以在明确问题的时候可以使用。 用来澄清事实，获取重点，缩小讨论范围，提高沟通效率。举个例子，会议上你可以这样问小李：“小李，你和客户已经谈过了三次了，他还没有意向要签约，对吗？”好，这个就是跟小李确认一下。第二呢，封闭式提问啊，也可以帮助对方说出你所期待一个答案，或者是你要确认的一个结果。比如，你可以对小李说：“那小李，明天下午。” 可以给我们一个如何和客户签约的一个方案报告吗？啊，这实际上就是你给他的一个任务。刚才说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案例，最后啊，我们轻松一点，说个生活案例吧。封闭式提问啊，如果是你的伴侣，如果他在购物的时候啊，他应该多用，因为这样会对决策更加有效。比如有一次，我太太买了一件很漂亮，但是有点小贵的衣服，她用封闭式的提问问我，小关。 这件衣服虽然有点贵，但看起来很漂亮，对吗？啊，因为在我们家呢，我爸爸叫老关啊，我叫小关啊，我女儿叫小小关啊。好、啊，你说如果他这样问我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如果他用开放式的提问问我，就应该是这样的：小关，你对这件衣服怎么看？那如果这样问我，我就可能会让他立即放下衣服走人。其实最终啊，太太利用封闭式的提问啊，顺利的买到了这件衣服。好了。 现在让我小结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要点。今天我们讲了三个话题，第一个是开放式和封闭式提问的区别。开放式提问一般是请对方谈想法、提建议的，目的是展开话题；而封闭式提问呢是非此即彼的一个提问。那这样一种提问呢，会导致对话无法进行下去。第二个，我们讲了多运用开放式提问的一个三个原因，那它们分别是：第一， 开放式提问能够让你获得比较具体的一个解释。第二，开放式提问可以更好的和对方产生链接，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第三，开放式提问可以带来创新，激发灵感。最后呢，我们讲了在会议上，在运用度量式的一个提问方法来实施开放式一个提问。你可以用一到五分来衡量提问的一个开放度，从低到高依次为一分呢是负面。 或者封闭式的一个提问，两分是把封闭式的提问转向开放式的提问，三分是你要尝试复述的一个提问，四分你要聚焦在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话题做深入的交流，用时间的维度来启动第一步的一个行动，那最高峰五分是用持续、不断等动词来引发对方系统的一个思考，并推进对方的一个成长，当然。 虽然开放式的一个提问有很多的好处，但也不是所有的会议场景都适合用开放式的一个提问。其实有一些场合呢，更加合适用封闭式的一个提问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下节课我将和你分享五 Y 追问法，帮助你找到问题的一个源头处。好，那这一次留给你的思考是：如果啊，你工作很忙。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身心疲惫。负面的提问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呢？那请你用今天的知识点，把这一个负面的提问转向正面的开放式提问，并按一分到五分这样一个步骤，使得开放式的提问听起来更加开放。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。